快点走，滚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两位大哥，什么人？啊，两位大哥不必惊慌，在下不是倭寇，更不是海盗。要是惊了两位大哥，请多包涵。这位小兄弟，这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，又经常有海盗倭寇出没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啊，这位大哥，在下只是想寻一个船家。小哥寻找船家，莫非是想过海？正是。现在正是涨潮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要马上出海救人。那好吧，跟我来吧。好。大侠饶命！我看你武功很是不错，为什么不辞报效国家，去为倭寇卖命？大侠有所不知啊，我本是雁囊山的一名猎户，可那朝廷官兵杀了我爹，又逼死我两个妹妹，小的又被官府缉拿，不得已才投靠了汪大首领的呀。原来是这样，官府为何这么做？只因我两个小妹年轻貌美，官府说要奉旨送京侍候皇上，说是侍奉皇上，其实。就是要取他们处女之精血，去造红丸，给皇上延年益寿。我和我爹奋起反抗，不料我爹被杀，妹妹也被抢走。我一气之下，杀了县令，这才被官府通缉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们沿海的百姓实在是没有活路啊。官府比倭寇还要狠毒凶残，而且天天就在你身边，百姓痛恨官府。比痛恨海盗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也不应该助纣为虐，带着倭寇反过来残害我们大明百姓。大侠说的对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助纣为虐了，还望大侠给小的一个机会，让小的重新做人呢。好，我相信你，
起来吧。谢大侠不杀之恩，此身愿为大侠驱使，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。那倒不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姓常，单名一个山字。常山？对对对，小的是叫常山。常大哥，麻烦你将我送到大门岛，待我登岛之后，你自行离去，回雁荡山也罢，去别处也好，只要不与倭寇继续为伍，残害百姓，那就行了。好，我以最快的速度送你去大门岛。好，嗯，走吧。封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没照顾好冰山。封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凭你和郭姑娘的武功，远在肥原次郎和廖千峰之上，怎么你会伤得如此之重？幸亏有金刀仙子护着冰山，才没出大事。看来这个金刀仙子也算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封鼎，你的眼光确实不差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把郭姑娘关在什么地方了。大哥，这你放心，藏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她。封鼎，我问你，自打你来到了岛上，你有没有打听到他们防御部署的情况？啊，都清楚了。我找冰山的时候，我在岛上转了两天，倭寇的防御都在我脑袋里呢。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封鼎，你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向戚将军报告。让我回去？那怎么能行啊！封鼎，你有伤在身，必须回去医治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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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回去救冰山。封鼎，我没照顾好他，我不能让你自己回去。封鼎，戚大人现在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，听话，快回去。大哥，常大哥，大侠，来，麻烦你。张大哥，这是我兄弟封老五，劳你把他带回去，务必交给戚将军，保证他安全离开此地。可是他没事，长兄你别担心，我只是点了他的昏睡穴，三个时辰之后
他自会苏醒，大家放心，你自己也要保重啊。有劳了，放心吧。 我还活着，让法王失望。哈哈，看你的脸色，离死也差不远了。就算我只能活一个时辰，也拉着你们几个垫背，我算是舍身取义了。就如王元正，你们几个身为大明的子民，不保家卫国，却伙同倭寇一起残害同胞。 你们就不怕报应吗？小子，我王元正乃西毒后人，历尽艰险方可称霸一方。为了我的山寨，为了我几万兄弟吃饱穿暖，自然是谁能给我好处我就帮谁，还用你这个将死之人跟我讲什么狗屁大道理？把郭姑娘交出来。如果不交呢？ 那我就踏着你们的尸体，把郭姑娘带走。姓杨的，你家的郭姑娘现在正在石牢里受刑呢。她正和其他掳来的姑娘一样，在军营里欲仙欲死呢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姓杨的，上次让你逃跑，算你运气。今天，你死定了。 既然我今天敢来，就没想过要回去。哼，那我就成全你。
杨少侠，几日未见，你的武功精进不少啊。也算是因祸得福。怎么样？还有谁来？都统，他所中之毒可是我调制的五毒会吗？正是。这就对了。姓杨的，以你的内力深厚，中了毒之后，功力虽然暂时有所提升，不过那也是回光返照，马上就会消失的。而且你越用内力，功力就消失得越快，你小子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汪大头领制毒用毒的本领，独步天下。在下知道是活不了多久，但凭现在在下的武功，你们都加一块儿，是我的对手吗？你小子也太狂妄了吧！就是，哼。那你怎么不下来跟我比试一下？原因很简单，你还有九如，还有你的两个徒弟，都受伤不轻。我看，在这儿除了金刀仙子以外，都是一群废物。你说是吗，法王？杨少侠果然是明察秋毫啊！法王过奖。杨少侠，我等虽然都和你一样负了重伤，但是照样可以内力护体，功力减了一些，好虎抵不住群狼。如果我们一起上，杀了你照样不费吹灰之力。是吗？甚是。那还等什么？为什么不动手？哼，看你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能在死之前杀了你们几个祸国殃民的东西，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？放肆！我就让你快死！上！Thank you.
梅各位师尊，徒儿郭问梅许愿，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杨天宗，无论他在哪儿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兄弟入侵我中原，鱼肉我百姓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今天受死吧。虽然已经答应我们的条件，但是朝廷还没有批准。如果朝廷真的不批准，戚继光就会大量的攻城，到时候你说有没有用啊？哥，法王说的对，有他在咱们手里，戚继光不能不有所顾忌。今后如果无法阻止戚继光攻城，我们再把他绑到阵前斩首，既可以保士气，可以威震敌方，再加上那个姓郭的女人，你说有没有作用啊？
先杀了你们。李冰，就凭你这德行，银枪，不通，在，过来。你们俩把他押回去，和那姓郭的关在一起，好让他见上最后一面。先给他服些解药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如果让这小子再坚持一个时辰，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走着回去了。他和姓郭的女子是戚继光身边两个武功最高强的人，他们两个已经武功全废，这戚继光又有何惧？你说得很对，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，最起码延迟了戚继光公道，再加上这3000两黄金，如果到位了，就应该没问题了。是，师父。仙子，这几天得辛苦你一下，经常在岛上巡逻，切记不可大意，让戚继光钻了空子。放心吧，师父，徒儿定当尽心尽力。师父请。走吧。临死之前，你们两个再好好聚聚吧。天纵，你……我听他们刚才说，你是一个人打进大门岛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险恶，何况现在王元正和九如法王也盘踞此地。不知道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为什么？为了救你，我想快点见到你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天宗，你的脸色，你是不是中毒了？我没事。你不能骗我。我中了王元正的五毒幻药，要不是因为五毒会的毒性发作太快，我早就把你从这儿救出去了。什么时候中的毒？在台州之时，算起来应该有3-4天了。王元正，他的毒很厉害，很凶狠。你不在台州解毒，来大门岛做什么？你不要命了吗？临死前能见上你一面，不好吗？你不想见我吗？
间，我就当你是凭空消失。我反而没有挂念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和尚，我没有骗你，杨兄弟真的只能活三天了。三天，我大哥一定知道，明明中了那个五毒会，干嘛还要扶那个贺鼎红啊？他为什么呀？他还不是为了救你和郭姑娘。大哥怎么会知道我们会有危险呢？我想送封信出去都办不到。他和你刚才一样，一下子突然坐了起来，说是你和郭姑娘的生命危在旦夕，然后非要服用鹤顶红。他要服你就给他服啊！啊！你还说我是呆子，我是呆子，你就是一个傻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杨兄弟的脾气，你不是不了解。他所执着的事，一定会执着于此。即便我们大家都在，可谁也拦不住他。何让我跟你说啊，我真想一掌拍死你！你要去哪？我看看百草药王去。老五，老五，你听我说。齐将军，天纵哥怎么会一个人去大门岛？我们要尽快进入大门岛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是齐将军，能不能早点供我？再等下去，我大哥真没命了。冯上下，你现在的身体需要静养。我大哥命都没了，我还养什么伤啊我？你放心，攻打大门岛的事情，我自有部署。百草药王，我求求你了，让血再多存活几天。你能存五日，就能存十日，多五天就好。拜托，拜托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大人，我和于总兵制定的和倭寇作战计划是这样的。你看，以我大军十万之众，先行荡平海盗汪元正数万人控制的陈鱼岛，使之大门岛的倭寇孤立无援。待我军占领陈鱼岛之后，再对大门岛的倭寇进行围歼。如果此战能胜，则可大振民心。这个计划还可震慑江闽的倭寇，从此彻底改变江闽浙的沿海形势。为何不先拿下大门岛，再叫陈鱼岛？大人，大门岛倭寇两万余众，而且英勇善战，其首领肥原一郎具有万夫不挡之勇，而我军多是内陆战士，从来没有跟倭寇交过手。如若先打大门岛失误，则挫我军锐气，长了倭寇的威风，所以我们选择先攻打陈鱼岛，这样胜算大一些，也可在实战中锻炼我内陆官兵，然后再战倭寇，如此则可胜券在握。若能全歼或者击溃汪元正，则在心理上也会对肥原一郎有所震慑。长久以来，汪元正的海盗一直都是肥原一郎的帮凶，陈鱼、大门成犄角之势，砍掉陈鱼，大门他就是个孤岛，倭寇军心涣散，再围而歼之，我军必大获全胜。对，于将军说的对。好，这个计划对我内陆水兵很有利，就这么定了。大人，此次战役还需要水兵配合，
需要水兵拦截在陈鱼岛和大门岛之间。一，可以防止汪元正海盗逃往大门岛；二，可以阻拦肥原一郎前去增援。如此，拿下陈鱼岛，便胜利在握。戚将军，你不必担忧。我来时已命浙江、江苏两水师同来乐清湾会战，此刻他们已经到了大门岛之西北，陈鱼岛之东了。大人高瞻远瞩，是我浙江百姓之福啊！也是我等之幸啊！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就别拍马屁了，没有你们的浴血奋战，我一个光杆司令有什么用？还望你们中将众志成城，同仇敌忾。待拿下大门岛、陈鱼岛，我在这里给你们庆功，并奏请皇上犒赏三军。谢大人大人，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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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免了免了。消息！哎哎，不行，封地，倭寇主力若不去陈鱼，我们绝对不能暴露的。对呀，老五，咱们千万不能破坏了戚将军的大事。那大哥要是不行了怎么办啊？要是落在倭寇手里怎么办？见不到他，你们心里不着急？封地，九如法王他们全在岛上，我们是救不出他的。天纵阁还有两天时间，一旦戚将军开始攻岛，我们完全有时间救他出来。那他们不是都有伤在身吗？老五，以他们的功力，这些天怕是已经全好了。而且，封地，你千万别忘了，岛上还有两万多倭寇和海盗，咱们的身后又是大海，就是找到了杨兄弟，我们也走不了啊。封地，你就忍一忍吧。这样做都是为了天纵阁好。老天呐，请保佑我大哥再多撑几日，拜托拜托了。哎哎，走。二将军，守岛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大门岛若丢失，陈鱼岛再怎么守也守不住，而且我等也断了后路，所以一定要加倍小心。就不要啰嗦了，陈鱼岛丢了，大门岛也一样。四郎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仙子，师父。知道为师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这里吗？徒儿知道。嗯，好好干，若贻误战机，可别怪师父不客气。是。法王不会对仙子施什么毒咒吧？这般恶狠狠的害人。哼，走。
仙子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地水三毒所混制的王毒，入火、入水、入空气、入兵器，均可瞬间置敌立死。闻到此味者，立死。使用之前，先将这瓶中的药丸服下一颗，方可入毒。记住，若中此毒，便无药可解。汪大头领，这些您都拿回去吧。仙子要此物无用。怎么能说没用呢？哼，肥原次郎只不过是个酒色之徒。我这三个弟子虽然忠心耿耿，可武功却稀松平常。虽然说强留在沉鱼岛，但是谁也不知道戚继光和那几个武功高手会不会偷袭大门岛，所以仙子守岛之人慎重。可是我并不善用毒。这我知道，但是危急之时，这王毒却可以杀敌保命。此药遇风则化雾，可以杀敌于无形无影。我知道仙子不想用于杀人，但是自己的性命是不能不救的。我只是希望仙子能够珍惜自己的性命。万一仙子有个闪失，我元正怎么能独活呢？我已吩咐我的三个弟子全力保护仙子，他们身上也带了这王毒。若遇危险，他们定会为仙子拼上性命。汪大头领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陈宇和大门乃至世间万物，对我汪元正来说不过是浮云，唯有仙子是在下身心所系。我希望千万不要用此计。仙子若不要，我汪元正能够活得快活，便是死也是个快活鬼。仙子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还想惹祸？乱说什么呀？我怎么是乱说呢？要不是你，只顾看见到仙子，那你和温梅姐能暴露吗？高大哥说，那是有奸细出卖给倭寇，要不然我和冰山也不会那么早被发现的。是你，那眼珠子都要掉到进到仙子身上了，还用奸细通报吗？有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惹祸，就是你害死了天纵哥。不跟你们说，关键是别一看到金刀眼睛就发直。是啊，封帝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那金刀仙子的心呢，根本就不在你身上。你想啊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拿了你啊。我就不跟你们说，到时候等我救出了冰山和我大哥之后，我就……怎么，你又想怎样？不跟你说，我急死了。哎，封帝，诸位勇士，刚刚接到探报，大门岛15000的倭寇已经乘船前往沉鱼岛增援，下面听我号令，全体登船，立即开往大门岛以北隐蔽待命。今夜子时，强行攻打大门岛。各位都是温州的勇士，平日里自家人相斗，无不争先恐后，视死如归。不知道今天的勇气还在不在？在！在！
今天我们攻打倭寇盘踞多年的大本岛，是我明军出海作战的第一次，也是我们温州的勇士与倭寇作战的第一次。是想做勇士，还是做孬种，看你们自己的表现。勇士们，是想让世人耻笑，还是名留千古？ 名留千古！好，所有将士听令，立即登船。 倭寇1万5000余人，已由大门岛驶向陈屿岛增援。我水师已由蒲圻出发，封锁大门至陈屿海面，今夜可对陈屿形成合围，并静候大帅进攻之令。好，传我密令，移师大门岛。什么？这大门岛？对，全军要严密封锁消息，不准有任何消息传出。是。胡将军，怎么往大门岛走？不是去陈屿岛吗？ 对，咱们今天就是拿下大门岛，佯攻陈屿，只是诱敌之计罢了。那先前的部署，无妨。戚将军，你在大门岛突袭，待我们前去，一举拿下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准任何人离开军营半步，包括你们这些高级将领，疑似给敌人传递消息的，力斩不赦。 休息好了吧，本将军对你有话要说，得罪了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你找死！少管闲事！哼！你放开他！ 郭姑娘，之前次郎有冒犯的地方，请多多原谅。
只要你乖乖听我话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。你就不要再当什么江湖侠女了，你先和我回日本，我会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。郭姑娘，答应我，郭姑娘。 二将军，二将军，什么事儿？戚继光已经攻上岛了。嗯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戚继光已经攻上岛了。我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 你的死期已经到了，你怎么解开穴道的？这有何难？杨天纵，虽然你们日本忍者的点穴手法比较特殊，但是对我杨天纵来说，小菜一碟。你是个将死之人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将死？你怎么不自己来试试？好，今天就让本将军结果了你！你，你好。 救我和冰山，先中了五毒会，又服了鹤顶红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傻呀你？你说什么？妹妹，能见到你们几个好好的，我死而无憾。我们也是。我知道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还要服鹤顶红？ 你要我们怎么办呢？你这样做，就是为了救我和老五。我不能见你们几个身陷囹圄而不顾。如果这件事情换做是你们，也会这么做，对吗？这样做，值得吗？本梅，何为值？何为不值？我心满意足，也就足够了。 而且，能见到你最后一面，比什么都值。杨少侠，你这一句问得好啊！郭姑娘，难道你不知道杨少侠已经是垂死之人了吗？你胡说！是吗？
你一定是不希望他死啊，啊？嗯，我猜的没错，你一定是喜欢这位玉树临风、侠肝义胆的杨少侠，哈哈，英雄美女，嗯，哎呀，真是天作一对儿，只可惜。怪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哼，真想不到，这法王也有信口雌黄的本事。哈哈，也罢也罢，哎，就算我是信口雌黄或者是胡说，但是杨少侠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你已经见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，对吗？九如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了，今天我杨天纵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只要我能够协助戚将军杀了你们这帮倭寇，毁了你们这个老巢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真的认为你会杀了我们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不仅救不了他们，而且戚继光也回不了这座大门岛。就凭你？怎么着，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好啊，我们能够把你们五千人团团的围在岛上，我就要有15000人的力量。放15000个屁还差不多。九如法王，你还不思悔改吗？你们的人早已在沉鱼岛被我们包围了。你真的认为我这个老怪物能相信戚继光的调虎离山之计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好戏还在后头。银枪，在，师父，发信号。盾牌手，胡宗宪的战船。什么战船？九如，戚将军用的是连环计，你还得意得起来吗？呀，把他们都给我杀光！杀！
将军，胡宗宪的大军已经把大门岛包围了。什么？传令下去，死守大门岛。哎，等等，大将军，死守大门岛，我们是没有什么胜算的。我们日本武士是不会被打败的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让你这些武士和戚继光一块埋葬在这儿了。你是说王东吗？嗯，是这样。我已经告诉弟子，如果不敌，马上听我号令，放出王东，把大门岛变成死地。不，我要守住大门岛，和戚继光一决雌雄。别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等戚继光和胡宗宪的大军会合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对，那些武士都是我的心血，我宁可让他们玉碎，也不能白白被毒死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鼠目寸光之辈，难道你不懂得弃卒保车的道理吗？你敢侮辱我！哼，大将军，现在的情形就像被毒蛇咬住手背，如果我们现在不挥刀断腕，这里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。但是如果有勇士断臂之勇，何愁他日不能再卷土重来呢？可这些武士千里迢迢追随我而来，就这么白白被毒死吗？不，你们武士不是讲究视死如归吗？如果他们的命能换来明天的胜利，他们也是死得其所呀。再说了，大将军，东海还有万千岛屿，丢掉一个大门岛，改日我帮你再夺回一个岛屿，到时候就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无毒不丈夫，若想成就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见呢。老五，走吧，走开！我要跟大哥在一起。老五，
滚！为了你的计中计，我们才能打赢这场仗啊！再好的计谋，也离不开这些勇士的舍生忘死、奋勇杀敌。嗯，季将军，季将军，郭姑娘，你们可出来了？凤少侠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只是晕了。杨少侠呢？杨少侠怎么没有出来？天纵阁的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为救我们死了。什么？戚将军，王铎就要飘过来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撤离吧。所有将士，马上离开此地，快走。快走！相信师父，
我跟老五不在期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有啊，我到药王谷找陆之远，去求解药。为什么天纵哥不等解药拿回来，就一个人去了大门岛？皇上，我刚才梦见万梅她出事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救她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去救她？你这是做梦！我分明能感觉到她有危险。不行，和尚，我得去。不，你连动都动不了，你还怎么去救她？民间不是有句说法吗？梦是反的。谢谢师父，我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替我去找一味药。什么药？它能解你身上的毒吗？鹤顶红。也就是说，天纵哥救了郭姑娘跟封帝，然后他还服下了鹤顶红，他不要命了吗？天纵，你为了救我如此自残，值得吗？皆是缘分，杨兄弟或许他觉得值得。终究还是我害了他，杨天宗。你虽然救了我，可我这一辈子都活得不开心。大哥，封帝，老五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，梦见我大哥中毒，从天上摔了下来。我大哥呢？我大哥呢？不行，我要见大哥。封帝，你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刚才大战了一场，你不累吗？来，休息一下。不见到大哥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老五，封帝，老五，走开！他不在这儿。老五，天纵哥他还在大门岛呢。不可能！我记得我是去救大哥，他在大门岛，然后九如法王让金刀仙子放毒，为什么不让我救大哥？老五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你拦着我不让我救大哥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我叫你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去了还不是白白送死？封帝，别这样。我枉死不枉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让我大哥一个人留在大文岛倭寇的老巢里，受了多少折磨！
如果我大哥有个三长两短，跟你拼了！也罢，生死之事，贫僧也是参破不了的。参你个草物！封爹，怕死就别打倭寇。无情无义的东西！封爹，你冷静点。听宗哥，他现在很有可能命丧大门岛了。肯定是怕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去给你们惹麻烦是吧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哪儿都不去。封爹，封爹，不要再骗自己了。你想想，为什么相信师父？他偷偷把你打晕。冰山，你告诉我，我大哥究竟怎么样了？你大哥他中毒太深，又被九如法王给掳了去，怕是已经不在人世间了。真恨自己回来太迟了，没赶上跟你们一起攻打大门岛。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这样。杨少侠，舍身取义，堪称豪杰。今天若不是他把敌人放的毒全部卷走，恐怕我们早都没命了。所以，杨少侠在大门岛一战立了不朽的功勋。冯少侠，节哀顺变吧。
哀顺变。你怎么知道我大哥就一定死？我大哥身中两位剧毒，都能够力战九如法王和飞云一郎，再多加一位，或许没事。宋手下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自从他中了武都会和鹤顶红之后，他已深知自己无力回天，所以他拼了最后的力气，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的命是大哥救的。当我大哥落难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不去救他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平日里，你们一个个的全都大哥前大哥后，真出了事情，全都置他的生死于不顾。大哥，大哥。